经过草屯电工所的协助，申请重启调查了后，加入陆军司令部十军团警员，特别来个进前做兵赖坤雄引导探望伊的父母，希望会使提供协助。去把那个方向理清，因为现在那个调查的权限是在义检署。迄警总改讲，伊是用迄个强啊改调到。啊！哎，爸爸是讲，迄无可能啊！迄个爱食身躯吼，我用台药嘿，身躯拢有迄伤啊，拢打足侪膏药，打膏药啊三打嘞。啊，伊就讲，伊叫讲签嘞，就是当伊那甲签名呢，三万块他摕啊。啊，爸爸看伊眼睛都张开啊，好像那个不愿这样吼。草屯顶面赖坤雄二十多年前在金门做兵突然死亡。家属对军方所讲的死亡原因无同接受，伊妈妈更是将此封闭家己，完全是靠爸爸赖春生在照顾。啊，要追查真相根本不可能，因毕竟我们是小老百姓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或怎样哈、哦。你说要去跟关羽明与关斗，那是不可能的啦。哈、哦，种种的迹象就是不平或是怎样，哦，但是只能说哈、哦，可以的话哈。哦往事就这样过就过了啦，哈啊，也不用说去，也希望说往后这些哈能够哈，正式哈政府单位正式说这些哈贫苦的这个老百姓很。看到弟弟这边是过往赖坤雄的姐姐，个目眶红，爸爸的面上更是写着无奈。虽然这代志已经超过二十年，真侪资料可能拢已经欠缺，无多查清楚真相，不过至少这晚来的关心，可以有淡薄安慰。啊，另外一部分我回去。找了资料啊，看看家里面这边想法。陆军司令部十军团表示，后续因的定期做关怀，只是中期调查的部分，必须由司法单位处理。若是有需要，会配合提供相关的资料。记者林明信采访报道。